他虽然看起来不够硬气，名字你们一定听说过，狐妖先祖齐无极的后代齐小。日后同门，你们二人要相互扶持，齐头并进。有我照应你，我们一定能查一个水落石出、挂手地落的。 谢谢。我们终于找到了最合适的容器。它是整个计划中最为关键的一环。虎鹤能够将体内的精元激发出来，不容小觑啊！奇门宗人天生双生元神，但这一身终不可二人。你到底有何居心？我会让你在我的面前一点点消散。 我也有事瞒着你，我早就知道，你就是祸乱根源，很多记忆全都回来了。